为那这里大家平安，好，今仔日我知啦，咱知吼，昨是咱信徒会长吼国庆的生日，吼，啊，今仔日是咱教会的结合教会生日，啊，所以甲咱厝边隔壁兄弟姊妹讲吼，恭喜咱教会生日快乐。好，伫拜五拜六有去参加咱高雄中会财务部的即个演习会。韩国啊，韩国鲁伊岛纯福音教会啊，因伫台湾啊，所开无论是开拓教会，也是推动属工的一个属奉的这个中心。所以因的同工有敲电话给我，我着真着听。到底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吼，因每年四月时，就是因教会这个退休的这个元老牧师，就是赵永清牧师，以及因目前的这个主任牧师。以及啊，佫有大概佫有三四间啊，其他吼咱啊真实的即教会即牧师哦，拢伫每年四月时阵会来咱高雄来办啊，来举办即过年甲即布灯吼，特别是巨蛋吼过年布灯的即个集会所以有咧邀请我讲啊，每年啊，毋知会当做伙来担任即个场地的即担纲无所以就咧讲一期。所以讲一期，我就听到一期一边听一边一期吼，我听我来找我手机毋过我就当遐找，一边行走行去客厅，搁行去灶脚，当遐找，想讲我拄则有行去遐行去堆吼，当遐找，遐奇怪，就一直找无，无输尔看我足看狂吼，到底是讲就甲问讲，你找啥物？你找啥物？我讲我找手机啊，伊就讲手机是伫你诶手吗？我当遐阿弟吼。我著赶紧在迄个当间讲歹势，我即个先切断吼，我叫伊来，我来看即个因为即怎么吼，太依靠吼即个手机吼，所以这个代志拢记录伫迄个顶面啦，所以我著讲安尼小等者吼，我要甲你回复安尼吼，所以伫即个顶面实在看见吼，虽然有心哦，搁伊来要奉献家己吼来服侍吼，按个看伊人的即个限制吼，所以伫即个线与线。奉献甲即个限制即个顶面，吼咱看，伫咱个性命即个有时阵个即个表现即个顶面，也是讲当咱有心愿意，毋过咱个肉体却软弱，所以伫即个顶面也互咱个思考，就讲伫即个限甲限个即个部分，咱首先当然咱先来思考即个第一个字，就是限，奉献个限，即个奉献个限，今仔日也毋简单，就是锁定伫即个金钱即个部分。包括咱全人全部的这个部分，所以咱也要思考吼，那今日对这个奉献这个部分，咱对伫积极的方面，也是讲对伫这个主动的这个顶面，咱来感受看卖，也是讲咱做来分享，就讲吼，伫奉献的顶面，若是积极甲主动的这个表现是啥物？有时阵若是透过话语来讲的话，有表示啥物？就讲不求代价，对无？不求代价，但是会干东西哇，即个奉献的旗帜啊，啊，佮有甚物会干来代表？会讲我愿意献上我家己，只要安那等我咧讲先，佮有一句啊就是讲只要你干，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这个唔是讲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这那等那先讲你有甚物需要，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咱可以干来收割看卖，有甚物是伫即个奉献即个顶面？是会当代表我真的是全心愿意来配合你愿意愿意将我全部的来献上予你，唔知佫有甚物，咱会当想到的即个回顾的即个经历，会当来表示咱的心底的即个愿意无？有甚物？顺服 ，OK， 顺服嘛是第，就是讲迄个，你要甚物，就讲你需要什么我就就讲，亲像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时阵，女朋友就甲男朋友商量讲，我想要天上的月亮诶，
吼、哦，啊，咱，哎，啊，这后壁迄句，咱家己想啦吼，咱拢知影吼。啊，无论迄个，这分机啊是啥物吼，我一定帮你摘下来，安尼用尽个共，一个啊，倾全力而出吼，一个付上代价安尼。哦，所以有时阵咱来听伊来讲哦，赴汤蹈火啊，在所不惜，吼、哦，还是讲哦，两肋插刀，上刀山下油锅，啊、哦，其实这意思是安那。哦，我为着你来落地顶嘛，都无问题。哦，这上刀山下油锅，其实伫咱闽南中到，有这句话出来，哦，其实甲这个信用是有关系。就讲哦，我为着你，我为着你，哦，你只要爱什么，你需要什么，我哦，即使为着你来落地顶，我嘛愿意来为着你来达成。哦，所以这句的意思是安尼，哦，是讲我全人献上。啊，所以这是咱伫这个显现的这个部分，奉献这个部分，哦，是一种的一个极致，也是讲一个积极，也是讲主动。不过另外一个，咱看这个限制这个限，可能是限制这个限呢，有时阵咱讲哦，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哦，也是讲哦，自我自我设限，也是讲哦，量力而为，哦，也是讲哦，勉为其难。哦，就讲吼，家己会先拍算，哦，到底吼，我安尼做安尼，我安尼做吼，到底值不值得？哦，我为着伊做遐济，啊，到底这个人吼，伊平常时就是讲，就甲我是嘛是，为虾米我台为伊来献身遐济，来付出遐尼济？哦，就安尼精打细算，啊，是讲是中文也有叫做吼锱铢必较，啊，安尼吼互相计较。哦，那我想看卖，过去伊安怎样对待我，安尼我伊即摆甲我了面，我着用即种个即方式，以我来对待伊。哦，所以伫即顶面来看去，即、這个限有时阵可能是咱本身咱个能力无法度达到迄个部分。毋过有时阵，加在咱家己能力其实会当来达到迄个部分，毋过咱自我限制。哦，我到遮就好。好、哦，这是我最后这个限，我会当帮助你到遮，也是讲我会当为着你做到遮。哦，所以伫这个顶面，咱看人甲人的这彼此的这关系，伫这个限甲这个限的这顶面，咱就看见什么？看见彼此的这关系。所以对伫这顶面，也互咱来倒来看伫信仰这顶面，咱甲上帝关系到底是徛伫啊，徛起伫啊？这个界限是伫倒位？是这个愿意完全献上，还是讲咱甲上帝关系，嘛是甲上帝同样偏也好？哦，安尼哦，我大概安尼哦，吼、哦、啊，某一部分我家己要有我家己的这决定，我家己的这计划，吼、哦、啊，你会当甲插到这部分，哦，安尼来听。哦，所以咱大家来思考伫这部分。所以今仔日咱在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哦，第一节到第五节，伫这第一节伫遮，咱有看见来讲，这就是保罗先生，吼、哦，保罗先生伊面对伫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兄弟姊妹，哦，写这张批，向因来分享。所以伫第一节来讲吼，兄弟啊，我前就问恁，无用亲近的言语，也是智慧，来对恁传上帝的奥妙。咱知，伫保罗伊要前往到伫即个哥林多即个城市进行，哦，伊其实捌到伫先过去到伫即个希腊，而且首啊希腊，而且啊即个首都就是雅典。啊，所以伊啊，咱看伫即个圣经记载会看见，保罗伊到伫雅典去遐，伊毋是去参观神庙。伊毋是去看迄个啊贩卖机，毋是去遐享受，伊是去遐甲人来谈论有关的信仰，有啊来传福音、宣讲福音。所以伊到伫遐，伊甲即个以比古罗、甲即个斯多亚、甲即两个门派，而且伫下卡同遐伫辩论什么？啊，辩论即个信仰的即个点面。所以咱也伫即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八十到三十七十，伊遐看见啊，保罗为着要来证明啊，主耶稣的这救赎甲道成肉体，所以伫遐来发表一篇啊真重要的这宣告文，就讲卫士之神，之前恁未认捌的一个上帝，现在恁有在敬拜，恁有在敬拜，不过这个上帝啊，恁所敬拜这个神，恁一定唔知影，其实这个神。这是就是阮所敬拜上帝，哦，所以其实伫迄篇的文章，也是讲会讲讲迄篇，
就是啊一篇这个讲道。这篇讲道，我这思考性吼是真深的一篇，而且福音的这个信息，因为伊是咧针对吼，即有迄个有即特卡，而且咧啊，即背景的即啊即学者，哦，所以就爱用较深沉的伊家己本身的认为讲，哦，面对即个哦，那亲像咱讲哦，哇，我一惊去甲即个大学的即教授。哦，当在甲因谈论有关的即特卡，也是要来甲因谈论即啊即个啊福音的时阵，伫咱家己的即认知，就那亲像讲哦，安尼伊是教授，所以我讲话吼特别袂使亲像平常时咧开讲安尼哦，遐尔轻松。咧讲话的内容得爱作严谨，也是讲吼，搁爱迄落来啊用引经据典哦，搁爱有啥物学者啊，搁有啥物理论点点哦，甲即个人咧对话得爱有。较互因感受着讲，我嘛是真，我嘛是有学问的人，哦，我嘛是真啊一个学识真深的人。不过呢，当咱咧谈论过程了后，咱也看见，这个效果安怎？这个效果并无好，这个效果并无好。所以后尾咱才看见，保罗伊后尾才决定讲，好，以后我若搁甲恁来谈论，我无搁要用有关的这个特卡的这个方式来宣扬福音。哦，所以当然，对着每一个人，伊嘛是有这种的感受。无论是哪块，也是甚至伫这个哥林多城啊，同款。好，哪块这个所在是这个特克啊，真流行的所在。不过咧，伫哥林多的这个所在咧，哥林多所在是一个文学啊，真会讲讲是一个文啊，这个文学文化也是真丰啊，真丰盛的一个所在。啊，所以伫这个哥林多城的人吼，讲话真优雅。哦，你要去哪里呀、啊？哇、哦，那哪里？哇、哦，你讲话吼，轻声细碎，也是讲吼，伫这表面有真侪这修饰语伫这个内面。哇，所以吼，这个不过吼，保罗已经有第一遍迄个经验，所以伊伫迄边经验了后，伊知影，伊来到伫哥林多城，虽讲伫这哥林多城，而且百姓因有这种的这个特色，不过吼，伊讲伊袂使去陷落伫迄个内面。啊，所以吼、哦，咱才看见伫这个第一节，吼、哦，伫这才讲，兄弟啊，我前就问恁，无用亲近的言语，也是智慧，来对恁传上帝的奥妙，讲这个我拢甲放下，无用这亲近的这物件，哦，用这语言啊来宣讲。所以对伫这吼，咱看见，这个宣讲就是传讲，就是来传讲主耶稣的这个信息。所以伫遮也讲，即个上帝即个恶标，上帝恶标到底恶标是甚物？毋是单遐怪阮莫教，然后迄个西林东啊，最后甲讲啊，就是主耶稣啦。我就是咧讲主耶稣，毋是，伊就讲爱斩钉截铁，互因知影讲耶稣基督，而且一定是个，而且个救赎。伊讲吼，我无搁其他吼，只单遐小事啊，然后登做一寡，然后才来讲啊，主耶稣听咱，不是直接来甲伊直接来分享。这上帝奥妙，就是我无要讲奥妙，我直接就是讲耶稣基督，而且伊定是一个。所以伫这顶面哦，也互咱来回想，保罗伊有读过册无？伊毋是一个小学生尔尔，伊嘛是读到中啊国中，也是大汉，也是高中尔尔。伊若是讲对伫过去迄个标准，甲即摆来看，伊会讲讲是博士吼。假使吼，即博士即学位毋爱变两三项啊。哦，所以伫当时诶，迄个伊是迄个时代即背诶，迄个背景，那对照到底咱现主持，咱会较关键，关是伫即学问即顶面，也是互大家学了到得志诶一个真有学问诶一个人。毋过伊虽讲知影，伊知影讲我是一个真有学问诶人，毋过这是伫世间人诶价值观来看。这是世间人的价值观，所以伊知影讲，对着我家己本身，我有真多的这个学识，我有真多的这个装备。不过伊感觉讲，对着第一份迄个教师了，伊知影讲，这无阁正做伊本身咧传福音的这个顶面的重要的这个器具。不是，我爱照我家己本身，我爱放下，我互圣神亲自来充满，互圣神来感动。那然后伫讲道的过程，互我知影，我应该来讲出新的话，来讲出新的话，毋免同遐在同遐在啊，真侪即个啊，即个包装，真侪即个装卡伫即个负面的即个顶面。好、啊，所以伊就讲，我无得挖苦遮个，挖苦个，就直接来宣讲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甚至伊为着世间人来定时个，即个福音，即、这个真实，即个救赎。
所以咱看见，伊知影，这上帝这个奥妙，唔是人的智慧所会当来领，会当来领受的。所以只有伫直接咧，甲人实际咧传福音的这个过程，直接来带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所以也伫这顶面，互伊感受着，就讲一个上客气的人，也是讲一个上灵的人，伫这个服，伫这个服侍，以及伫这个奉献这顶面，有绝对有无同的这个做法。所以上客气，就是要唔忙将我家己所学的，我要安尼全全力而出，互人知影讲啊，我是足够读册人，我足够学问的人。不过伊知影讲，我无要真做一个用上客气的这个方式在服侍、在做工的人。我即卖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互圣神，或是互主耶稣亲自来呼召，伫圣神的感动带领我向众人来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啊，兄。所以讲，伊伫这顶面，伊亲身也体会过啊，实在当主耶稣在互人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主耶稣嘛无伫十字架顶来钉伊十字架，伊也在边顶，也是讲在众官无甲伊讲。我是什么人？恁敢竟然敢把我定在这个所在？我是上帝呢，我紧下落。恁敢把我定落？我是上帝呢，恁搁定。咱看主耶稣无讲这，无讲这。如果伊若是要表明我就是上帝话，伊绝对唔免狂定十字架，甚至可能若是伫咱的认为的伫咱的认知的顶面，主耶稣就徛伫迄个所在，把这证人等当面批评出，等甲做后一步的这个动作。不过主耶稣，伊愿意来放下伫伊心情的部分，伊愿意来顺探被上帝，来顺服被上帝的这个救赎这个计划。甘愿为着世间人做，为着疼世间人，伊实际用伊行动来定时伫定时是过顶，为着世间人做，伊甘愿甲悲上帝安尼隔离三天的这时间。哦，所以咱看见，最后所为着咱付出这么大的这个代价，为着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所以这详细也是保罗伊亲身来体会的。对，最后所为着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伊嘛是讲用伊的心性，伫这个地面上向人来传福音。伊是多只肉体，用大个这恩赐，甲圣人来相合，来分享伊救赎的这个计划。哦，所以咱啊接续来看，伫这第二节，而且要甲咱分享来讲，因为我不管伫恁中间唔知别项，只有知耶稣基督定时计的那点。而且咱看见。保罗伊真清楚讲，因为我不断伫恁中间唔知别项，保罗伊敢真正唔知别项，唔是呢？伫遮咱看见伊落真大诶、这个决定，咱看到伊所讲是，我不断伫恁中间，这是爱落真大诶这决心。好，我无要讲遮，虽然我知，如果我若是来表出我诶学历，如果我若讲出遮真亲近诶遮奥妙遮知识话，我检查恁诶，因为安尼就被我震慑，可能因为安尼恁就惊尔，啊，就毋敢搁讲凊彩搁学袂讲话。毋过伫这点，伊知影讲我决断无要讲遮，当作互别人认为讲我啥物都毋知，不要紧，我就是为着基督，我只有知耶稣基督定时个那定。啊，所以有时阵啊，伫这顶面有也看到上帝帮助咱，哦，咱敢看见，伫过去伫咱早时，咱看见伫这个三四十年代之前，咱侪的这信用增贵，现在这个教育这环境，较无亲像咱即卖这个时阵哦，这么方便哦，啊，这也是讲哦，这么普遍。所以伫过去，若要会当来读读较悬的册，也是讲读较侪这册，后加在伫这个家庭这顶面这负担就较大。哦，所以无论是国小，也是高中毕业了后，就拢爱为着厝，哦，就爱来做事，哦，就爱去来工作，等等的这顶面。哦，所以咱看去。过去的这兄弟姊妹，因并无讲，哇，因为伫这个社会，因为因册读较少，因就无努力来传福音。吼，咱也到外面，伫咱在座，咱有闲伫这六七十岁以上的咱的这兄弟，因嘛是真温困在做做工。别无说伫这，并是讲哇，恁读册较少较慢，不是，是看见因愿意的心。无要紧，我虽讲伫我无读过高中，无读过大学，甚至我毋是研究所的，我毋是读硕士，是读博士。毋过我所知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定时的计，就是主要说为着咱定时是的计定，因拢因所在就是遮，因所在是遮，所以当因愿意咧分享的时阵，咱欢喜，最侪人也因为因的分享，因为因的性命来得到改变，啊来得到救赎。哦，所以也感谢主，予咱看见，伊过去坐坐的这兄弟，因无看到伫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学习，因嘛无因为过去我无这学习，所以我伫这传福音的这顶面，我就受着限制。因无安尼，因我可信心，我可信心。所以也感谢主，予咱会当透过这兄弟，因的这实际这生命的这个见证，也予咱会当来思考。好，今早有时阵，咱来讲啊，我今日洗礼啊，我今日做基督徒，等一下，牧师，等我吼圣经我读一遍了，等一下，等我十当了后，吼我对伫这整个这信仰我较明白的时阵，我才来传福音。其实无需要呢，无需要呢，只要咱若清楚伫这信仰顶面，我是甚物人来赎回，我的啊这信仰是到底是甚物人为着我来付出这么大的这代价。如果咱若清楚，直接甲人来，直接来分享，直接来分享。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只要你认捌主耶稣，你甚至你无认捌我嘛不要紧。只要你来到伫教会，你来听道理，你来读圣经，你只要来认捌主耶稣，认捌主耶稣为着咱定时定地是伫改变，流出的宝血来救赎你，予你会当对罪恶中会当来得到脱发。你若敢认认捌呢，安尼就感谢主。哦，所以伫这种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啊，我迄个也无亲像哦，伫咱教会有兄弟姊妹，拢已经上过这详细踊跃系统，哦，安尼传福音哦，就拢因来传，我拢无学过，嘛唔免安尼来自我限制。我知影偌济，我就为着安尼这顶面，我就为着这上帝讲福音，我就做伙来担当，我就做伙来服侍。当然，唔是讲安尼真的把真别人把因安尼因时间较闲，所以因来上课，所以因遐是假的。当然嘛唔是安尼，只是讲无咱知讲，现在如果无自我限制这顶面，对着上帝这圣亲自的这感动，让我知我所应该讲的到底是甚物话。不过透过装逼，让咱更加明白，知讲在这个世界当面对无同的人的时阵，对着无同的这情境的时阵，我要安怎样用更加正确这方式，会甲咱这人相佮来分享上帝的这救赎的这信息。所以咱也看见，因为伫当时，这个哥林多城，这个城市，会讲讲是一个败坏、腐化，是讲人的这私欲这个畅行的一个异教的这个城市。如果当咱在听牧师在描写这个哥林多城的时阵，咱也嘛想着讲，其实伫咱台湾，是讲伫外高雄，因为我高雄这大的这城市，嘛那亲像安尼呢？哇！伫这人的这道德的这顶面是真败坏，是真腐坏。人的这思想也充满伫人彼此的这中间，有单位的趁钱，无顾着别人的这性命，无顾着别人的这个健康。是讲伫这个伫充满侪这异教邪术的这个环境的这内面，其实伫咱高雄，伫台湾，甚至伫全世界侪的这城市，也是这庄卡，其实嘛是充满伫当时2000年前哥林多城所面对的迄个困境。所以唔单是安尼尔尔，但拄则咱有讲着，即、這个哥林多城市的人，哇，因一下伫即个文学的这顶面，是一流的，甚至也受到这雅典希腊的这个影响，所以伫这铁塔的这顶面，因为透过伫这个交流，所以对伫这铁塔，因嘛是真在行的。所以唔可能伊也知。无论先生，伊知，无论是文学，无论是铁学，只拢无法度来反转伫这个社会败坏的这个风气，无办法。反倒等一种人带到伫这个较腐败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内面。所以当面对伫这个肉体情欲的这个问题，保罗伊也真清楚，就耶稣基督，就这个救赎。这是根本的一个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伊才会伫这个第二章，伊才予咱看见真清楚。伊才讲，因为我决断伫恁中间唔在别行，因为恁所在，才无法度来解决恁性命的问题。
无法度来改善咱整个即个哥林多城市啊，目前即、這个败坏即个问题，只系你拢知，毋过我当作毋知，伊则实在是无法度来改变咱个即个环境。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即个安尼提醒讲，只有在耶稣基督顶是个人听听。所以这就是讲带来救赎，带来救赎的这个地，诶，这个地位啊。所以我咱看见保罗先生，伊就是敬畏上帝，伊毋是敬畏人的这个学识，毋是敬畏人的这个啊，伫这个世间的这个势力，还是啥物官兵，伊毋是惊吓，毋是敬畏者，伊只有独独敬畏耶和华上帝。所以既然是敬啊，独独敬畏耶和华上帝，这就是地位的块的源头。这就是地位的源头，所以让保罗伊有这地位，在边怎样面对什么人，伊就用什么话语言来讲话，甚至甲因来建立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咱也有缘对伫这第三十章咱会看见，伫第三十章讲，搁我甲恁伫地的时，是软弱、惊吓、疑惑，软弱、惊吓、疑惑。所以伫这，保罗伊为甚物要惊吓，啊，搁软弱呢？伊毋是要传福音的人吗？为甚物伊搁当面对着这百姓，还是面对着这环境的时阵，伊为甚物搁当遐惊？为甚物搁讲出家己的这软弱？为甚物？其实伫这也予咱看见，伫这所讲的这惊吓，是咧表在这个软弱，这个软弱吼是咧伫这所讲的这软弱，是咧比吼家己内面的这个感受。这个感受，然后伫这个伊当伊描写出这个软弱，伊去惊吓的时阵，伊并不是讲啊我真憨啊，啊所以你慢慢叫我。最后说，咱看见保罗伊伫这个大马士的这路上，受到主耶稣这呼召了后，咱看见伊就真勇敢来传福音。伊并不是讲亲像遮所讲的这字面所讲的，啊，我是真软弱，我是真惊吓，卖人卖叫我，哦，迄、那个你叫你若进前的，就迄个竞选这速度啊，你叫伊去传福音就好，哪会叫我？我真惊呢，我这是真是败坏这城市，哦，等一下伊搁对我若是不利的话，安尼要安怎样？不是，伊遮所讲的这软弱，伊的意思来讲，我真正。我要靠我家己来面对着这么腐败的这个环境，真正我无法度做甚物。我只有我的信心，我只有伫主的面前，虽然我看见我的软弱，不过我靠上帝，我就得着光荣。我靠信心，我就知影所应要应该讲心灵话，不是照着我伫这地面上人的这知识来讲话。真正我若靠着这地面上的知识。我若要甲即个读地学的人来讲，我真正变输伊，我无法度讲啥物。吼、哦，兼在伫即顶面，我嘛毋是伫专业，无即方面的专业。可能我若要甲伊来谈呢，可能我嘛讲袂过。毋过感谢主，所以我知影，我毋是伫各方面，我是一个一个专定的人。我毋是，毋过我可信心，我就知影面对这 CEO， 面对这董事长啊，这头家的话，我就知影要讲什么话。当我面对着这细汉囡仔时阵，我就知影要讲什么话。当我面对着这教授，面对着老师的时阵，我也知影我要讲什么话。当我若是啊面对着啊伫这在摒扫这街路的这工作人员的时阵，我嘛知影讲应该用什么态度，用什么角度，用因来讲出上帝的话。所以也感谢主，我来看见保罗先生，伊并不是唔知影这一切，不过伊愿意，我靠信心，看我家己真做软弱，不过伊知，伊就是我靠主来得着光荣，来得着光荣。所以伫这个第四节，咱也看见伊继续讲，伊所讲，我所讲所传的，无不在智慧好听的话，是在伫信心甲宽容的称的称名。伊中国是讲，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你家说过吗？你家我说过说团的这个说的话咱平常时咧所讲的这话是拢较偏硬伫这日常生活这遣词用句点点，是讲迄个伫遮咧所讲所传的，中文是讲讲得到，
这是较偏稳伫讲啊，咱迄落伫即个即团队伫即个组织比如讲伫组织伫讲道的即个内容，啊是讲伫即个平常时伫带聚会的即个讲道的即个内容，加起来咱实际伫即个生活中，咱来传福音，较毋免吼亲像安尼吼遮尔自私哦，来我即个甲你传福音，来毋过大声你先听我来讲即个经验。经验了后，我阁来讲本论。本论我讲了，我讲三点，然后我阁甲你来讲结论。唔免，甲人伫生活中，你来传福音的时阵，唔免照着安尼照本宣科，唔免照着这个结果，甲人来分享这话。所以咱看去本论安尼讲，不在意会好听话，是在伫信心甲宽容的谦卑，是在伫信心甲宽容谦卑，是今仔日信心呼召我，差派我，甲你来分享。所以今日我放下我家己本身的这一切的这外在，也是伫这社会一切的这积分，也是这名声，我拢将这个来放下。即卖我甲你是朋友，我甲你是兄弟，我甲你是兄弟姊妹，我甲你是厝边隔壁，咱将这土神咱拢甲放下。啊，你莫阁甲当作我是教授，莫阁甲当作我是市长，唔免。只系拢放下，我今日要甲你分享，就耶稣基督定时的一个救赎，这个话来。哦，所以保罗伫遮就是咧先做咧甲遮个兄弟姊妹甲因分享，恁生活伫这哥林多城市，伫这个真复杂的这个环境这内面时阵，恁绝对爱抓牢，恁要甲人分享的这个正确的这个内容，莫阁讲啊其他的华人点菜阁比你较高。保罗知影讲，遮个拢爱提调，遮个拢爱来提调，所以当到伫这第五节，直接互咱看见，要互你的信不在人的智慧，是在伫上帝宽容，是在伫上帝宽容。今日我用你来传福音，毋是讲因为教会差派我真牛，我准备真济，我真牛讲话，我真牛做工。今日教会才差派我出来做工，毋是，今日是信心差派我出来做工，信心差派。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是牧师，无论是教职，无论是已经受征兵过，还是有咧参加这个受征兵的这些兄弟姊妹，不是上帝是差派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受圣神感动，这是上帝给咱的光柄，上帝给咱的光柄，不是不是讲牧师吼，也是讲教职灵性较好较悬所以较常常受圣神感动，不是，只要咱愿意。咱问出来讲，主啊，愿你的神来充满我，愿你的神来充满我，予我整个的人，我愿意予你来使用，予我无任何限，无自我限制，甚至我也无限制你伫我本身来自由运行伫我身上，要来成就你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予咱知影，上帝所给予咱的稳定。是这个白白稳定，不过这个白白稳定，不是所谓的一个廉价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什么是廉价的恩典？就是讲无需要悔改赦免，无需要来付代价这个稳定，不是白白的稳定。这个白白是讲咱白白得到，唔免靠背我来铺桥做路，我来奉献偌济这金钱用偌济这时间来投入伫教会服侍，然后这稳定才会临到伫我身上，唔是？这个白白稳定真清楚，互咱看去，我着需要来悔改认罪。第二个就是讲，我有缘来付代价，我着来付代价，来看去主要所为着咱来定定时的计定。
伊讲，伊即讲是咱袂使吼，主要说咱白白来定定时个定。当咱时刻，主要说为着我付出遮尔大代价时阵，我讲是我的性命，嘛应该着爱来回应啦。敢是我嘛着爱来回应？那无有时阵咱赶紧啊，迄个我的老师吼，迄个每一遍咧上课，哇，我看伊真认真，当遐在备课，准备功课，准备要所要教的即个材料。不过呢，我去上课，我竟然是安尼凊彩，我安尼无专心，安尼我敢会对得起我的老师？我袂使呢，我爱改变。所以伫即个生命内面，是即个信仰顶面，咱嘛是同款，爱带着安尼即个态度，对啊。主要说为着我来付出这么大代的即个代价。不过呢，看呢，我竟然安尼，我骑一只，我出生日，无得阴晴千里，这是无得。不过伫即个阴晴千里的即个过程的即个顶面。咱嘛是爱付出代价，咱嘛是爱来付出代价，所以互咱看见，这个是白，这唔是，这稳定唔是一个廉价的一个稳定，是这是一个真贵重的一个稳定。即阵咱亲像伫这类似这马太福音13:44-45讲，有一个宝贝来抬伫这个土脚下，伫这个土啊，伫这个土啊，这个地下，要安怎样，我要安怎样，才来得到这个宝贝，要安怎来得到？当有人刚才讲，我动一支嘴啊，我讲来，你去学。不过这不是付出代价，只要家己本身感觉讲，这是真正是宝贝。我甚至连我所信的人，我嘛会使互知影。我迄、暗时的时阵，我偷偷吼，就走去遐来付上吼，来付上什么代价？我失去这个困眠的这个时间，甚至吼，可能在学的时阵吼，搁帮同同遐甲我教。我甚至吼，伫迄顶面吼，我迄个要安怎样，我就是要来得到这个宝贝，这实在是世间上上好一个宝贝，所以我绝对要来得到。当类似亲像安尼的这个付出，的这个代价，所以要做主要说来先，咱看见咱的老师就付出这么大的这个代价，咱要跟对伊啦，咱要学习伊的人到底是咧学习啥物？我是要来跟对伊啥物？是要甲伊亲像来多吃肉块，来降生伫即个马槽吗？咱即摆吼较无安尼，吼想讲即马槽已经是较无清洁的所在，咱大多数拢是伫病院。安尼，既然我过去无法度来亲像主耶稣来降生伫即个马槽，你要怎样？我是到底是要学主耶稣的心？我到底是要学主耶稣的心？主耶稣伫即个传福音的过程啊嘛是安那？连客套的酒嘛拢无，不过咱即摆咧，咱即个季节毛长通好倒，咱毛枕头通好去。安尼我实在吼，好，我若要照主耶稣所讲的，安尼我逐天着困伫即个地下路，我来体会主耶稣的即个连困的时阵着无客套的酒，毋是安尼，即个教训毋是即个定义。所以到底我要诚做主耶稣的即个学生，我到底所付出的即个代价到底是啥物？拢伫圣经内，这就是表示讲，咱的性命爱真做这付上这个代价。我说了了，我要怎样来彰显上帝恩典，以及这个性命这个改变，就是上大的这个奉献，就是上大的这个奉献。唔无搁来限制咱家己，无啦，我这40-50年过这个习惯哦，连我老爸、连我老母哦，安怎甲我苦劝，连我太太安怎甲我苦劝，也是讲我的妈子安怎样甲我提醒。这拢无法度改变。如果若是按一直安尼讲话，这表示讲咱嘛是一直在限制上帝的上帝法令。圣经甲咱讲啥物？在地人所为话，在地上帝呐，在地上帝凡事拢会。所以吼，伫这顶面，刚才有时阵伫咱坐做这人生的这经验，咱真侪这人生经历，咱会讲吼，就是安尼。咱有时阵会真真果断，也是讲吼，就是无转换的余地，就是安尼啦。我所讲话，恁照听就是啊，毋是是真侪这代志这顶面，咱在人所为话，在伫上帝凡事拢会。所以这个信仰。而且最大的所在，就是咱本身，咱亲身爱来经历。当我愿意来受改变，当我愿意来受调整的时阵，我更加会当来体会主啊，感谢你！真正过去我一直安尼口口声声讲，无可能改变。我这个人个性就是安尼，我的人咧讲话就是安尼，我的看法就是安尼。
不过我今日愿意要吃做上帝的器具，我就是要来改变。我就是要照着上帝，你要给我吃做新的器具，我就愿意安尼来吃，来成就你的这个救赎这计划。啊，所以感谢主，予咱看见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有伊创造的这个目的。上帝伊用这特别的这个性格，特别的这个文素，甲这个每一个人无共这个兴趣，也是所关心的这个代志，也是讲侪侪这个热情来创造咱每一个人无共的这个这个特色。哦，所以咱看见为什么为人对伫这个环保这个意识这么清楚？为什么为人对伫教育的这个议题这么注意？啊，为什么为人对伫这个公共安全，为什么伊这么注意？为什么为人伫这个政治的这个意识这顶面，伊这么关心？这并无什么对，也是唔对。这是上帝当咱亲像上帝透过圣神。将温素来温素伫个人的这个心情，所以并不是讲我今日无这个温素我就憨蛮，绝对不是安尼。这个温素是圣神透过家己的意思来温素伫大人的这个心情。这个温素是要来成就什么？是要来造就教会，要来成就兄弟姊妹，是要来造就教会。啊，所以这个温素就是要予咱来看见。上帝的祝福，哇！主啊，感谢你，予阮得到教会，啊，有无安尼这兄弟，哇，伊有安尼温素，伊有这个温素，是用娱乐、用感谢这个态度，毋是当遐用批评，毋是当遐用当遐甲上帝埋怨，恁敢予伊有这个温素？为什么无予我这个温素？为什么你会敢予伊安尼做？我无法度安尼做，毋是当遮咧做比较。予咱会当伫主的这个内面，咱看见咱是共一个集体。咱的想象，也是讲，无论是教会，也是我想话，伫这社会个想象会安尼运用。镜头村，这个镜头村块，无，逐支是平等的。啊，为什么不爱平等呢？平等较好看，也是较好做代志，这嘛无一定。哦，所以伫教会内面，咱嘛是共款，大人对上圣神耶稣领受这文字，搁无共。不过，这就是要来起造，要来成就上帝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啊，所以也感谢主，予咱看见啊，当咱伫平常时，当咱伫过生日的时阵，咱真用一个真自私的这个方式，即要分这个要吹蜡烛了哦，要分蜡烛进前，咱要做什么代志？爱许愿，咱来许愿。啊，所以等下咱嘛是要食槟榔果啦吼。啊，不要话，咱即摆先提前吼。伫即个讲到这最后，也互咱来思考。等咱生日时阵，咱拢知影，要下三个月，而且三个月，咱即时阵也有完安静伫主的面前。用主来讲，伫面对伫教会，伫顶个教会，我做伙伫即个信用，伫即个听即个团体即个内面，主啊，伫即间教会，我会当做啥物？唔单是我会当做啥物，甚至咱家己会当主动向主讲，主啊，伫即间教会，我要来做啥物？咱即时阵拢安静来将咱的目睭起来，咱安静伫主的面前。主啊，今仔日是顶个教会要来过生日，伫内面的主人就是咱在座每一位，所以咱每一位，咱就是要来承接即个生日的即个祝福。不过，伫这承接祝福的时阵，咱也常时要伫主的面前，要来下三愿。这三愿，咱家己本身伫主的面前，咱安静向主来讲，伫心底向主来讲，主啊，过来一当久的这时间，伫教会教会，我要来付出怎样的这个代价，予我无再过来自我来限制。予我无看见，我甲主同遐啊讨价还价。主啊，我愿意全人来献上，而且唔单是全人献上，而且是甘心乐意的献上。所以伫这间教会，我会当来做啥物？伫这信仰的这道路这顶面，我会当来回应啥物？主啊，我愿意安怎？我愿意安怎样？我求上帝帮助咱，予咱伫主的面前，搁一遍定心来立志。
吼，咱啊所看见，毋是一搭一直跟对听别人讲，也是跟对别人命定。吼，咱有缘伫做面前，卖到常常稳住来日子，让咱亲像咱家己本身共款，伫面对伫每一搭的这新的开始的时阵，咱嘛是讲，伫每年我要做啥物，我要来达成啥物，我要来得到啥物。有缘伫教会内面，咱伫信仰顶面，咱嘛是稳住来日子，稳住来宣誓。主啊，搁来一冬的时间，我要为着这边，为着顶个教会，我要来奉献什么？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时间，无论是材料，也是对上帝来恩赐。主啊，我愿意来成就你伫这地面上，伫我心内这顶面，你要所要成就的这计划。愿上帝加给咱几力，予咱唔单是心愿意。予咱也有缘有这付出行动的这实际的这代价，予咱自信伫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已经为着咱付出这么大的这代价，唔通予主耶稣所付的这代价，安尼白白就来失去。予咱有缘伫咱生命这顶面，现在咱目前啊伫无同的这阶生命这转变这阶段，现在咱伫咱每一天的这生活，咱也面对着无同的这个困境。不过，主啊，我愿意，搁一遍，真像保罗先生共款，我承认我毋知影啥物，我只有知影耶稣基督定是一个这救赎的这计划。现在目前我所面对伊这困境，是主耶稣，你所要给我学习的信心的功课。现在目前你是给我过了真舒适，不过我也来思考，主耶稣，伫这舒适的这过程内面，你要给我来学习啥物的信心的这功课。主要说，刚才这时阵，我是一个学生，伫这学生的这阶段甲这机会，你要我来学习生命的这个功课。刚才我这时阵，在如果若是在伫世间人来看，我的年岁已经七八十岁啊，我到底伫这个世代的这价值观，那亲像我无法度做啥物，那亲像我这身体这机能，我已经一直在徘徊。不过主啊，我也有缘清楚，我伫你的面前，阁是真你所看重的人，所以我也看重你阁目前你阁所准留予我的这个活命。主啊，我一定会当做啥物？我毋是一直拢思考我家己欠过啥物，我毋是单想着我家己今摆是烦恼自身的困境，予我自信伫主的身上。主啊，我相信你要来使用我。主啊，我感谢你，你将生命赐予我，所以伫这个时代，伫这个世代，主啊，我要成做有影响力的人，好，我会当伫顶个教会，甲兄弟姊妹伫遮做伙来共同来扬起主的福音，胜我一分，主啊，胜我一分，好，我无陷入伫这我家己的生活这困境，也是家己困绑伫这心境这内面。好，我会当来跳脱，好，我会当来超越，好，我会当用信心来激励、助力极大的极方便啊，甲一个束缚，好，我直接来经历助力的同在。我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神来听，阿门。